你们那个婚宴太盛大了，豪华也没有什么特殊效果，就是扣更多钱啊。对啊，没有，这很写实啊。你不知道多少人为了举办一个婚礼弄得家破人亡。那你们要包多一点红包过来才对啊。没有，那又是另一个结婚了，又有了吗？对，结婚也有收红包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没用到而已。哎呦，终于跳出来。只有婚宴跟那个。婚前协议，好像这次都主要这个。巧克力，你用过瞬移了吗？超烂，超烂，世界烂欸，超烂！我跟你讲，多烂，你知道吗？从这边，从这边顺到这边，三次哦，都是哦。我开两次都是原地瞬移。哇，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是他因为改到 1.1 是有一些相关 bug 啦。嗯，像这些事件也是啊，财神爷跟苦力怕都没出现。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泱泱不用瞬移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瞬移失效了，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的什么鬼师在什么的。不是鬼师的，脑鬼啦，脑鬼，脑鬼，鬼有啊，脑鬼一直都有啊，脑鬼有出来啊，我都没有看到在哪里 啊，就发光的啊。因为要招出来成功啊，我们这边就听到洋一直脑鬼好可怕，不是脑鬼真的长得很可怕啊！你可以换那个比较可爱的那个 skin 吗？脑鬼长什么样子啊？对啊，小天使，完蛋，小天使还不错啦，把他改成那个摇的脸啊，可以打爆他，我觉得他直接要砍爆哎，追着他跑，不要跑，那你幕会坏掉哎。你就直接坐下去了吗？对啊，重开，酷，好，等一下再快速，然后等一下那个不能用雷电，好，你是跟我们讲还是跟观众讲？禁止雷，都是，双方都是，你要跟观众讲啊，我们都知道，也会跟他们讲啊，这个北妹妹是可以有的哦，禁止雷，我期待他们来，选对喽。我还在 happy 手，怎么这次没有礼物啊？有吧，有吧，我有礼啦，有啊。哦，我找错了，我在转蛋机找礼物。哪边啊？这边。所以你刚刚不是炸我吗？我是在泡岩浆，就是想说用瞬移，至少它烂也是至少还有点用，结果没有，我错了。原地。而且杨，你知道我刚刚我跟哈基的目标就是最后就是一定要找到你一次。我就啊，我就死掉后就看到跟讲说在屋顶，你一直说他们真的在屋顶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刚好爬到屋顶啊，在屋顶归好归满，四角四个塔，太龟了啦，这样不好玩呐、啊，找不到你。你们第二波进攻的时候，其实会在二楼，然后就哎，嘿啊嘿啊！你看我前面送进去杀巧克力两次，不是国王比较胆小，我都投向巧克力的怀抱。对啊，七号收场。要改什么？我其实不知道，我在乱改。嗯，那你就乱改啊，可以啊。我叫装备的 bug 看不到附魔东西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看得到附魔的东西吗？我们没有附魔啊，你瞧不起我们吗？哦、啊，不是，因为附魔完之后，它那个不会显示你附上什么魔。不是啦，重点是啊，你说你说，他把那个 tag 没有拿掉了，那个 tag 拿掉就哦。你知道我们多无助吗？拼死拼活打了你们那么多下，才扣个两滴血。这怎么过？怎么过？走旁边啊！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有啊，看哈基被雷劈死几次。啊、我是说，我们一起放雷那个战术没有什麼。有啊，有啦、欸，对面没有死掉啦，没死掉而已啊。你们那一波有受很多伤吗？有吧？有快半血，扣蛮多血的啊。对啊，你说狂雷吗？人不够多而已啊。对啊，你说那一直雷吗？对啊。嗯，没了，对啊，我是狂磕金苹果啊，所以观众场不行啊，人太多一定会有人死啊，对啊，而且观众场不能雷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太黑，对，十个开大，八个人轮流雷一趟，对，我们完全没画面可以看，全部都在雷了，对，禁止，完全没有画面可以看了，十八个人雷的话就直接雷到死了啊，对啊，我刚就一直讲啊，不能观众场玩就这个原因啊，对啊，那个雷电就直接之后改了，之后改。嗯，然后等一下也会禁止。这是在干嘛？圣人妖倒杯水。
哦。You。这魔性针，然后直接把某个人传到虚空这样。音乐，帮我坐对面。对面。这，你倒在那边哦，好。嗯。这两条路是吧？老鬼来了。欸、老鬼、欸，不要招怪，不要招怪，能打杀死吗？等一下，我杀掉。啊，原来老鬼是这个啊！不然你都叫他什么？小精灵吗？蚊子吗？我平常没什么遇到这个啊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记。在那个大宅。大宅就会有。这个没有去大宅的。好大宅没有藏宝图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。就指令。嗯。可以啊，往不是可以找中资吗？可以用那个啊。原神这边没有要给吗？换图，就是什么？给跳的。给什么跳？跳哦，跳这边，然后跳那边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洋洋。啊啊！干嘛？会飞的，会飞的。好丑，好丑。说摇的脸吗？我看一下。摇的 skin 吧。哇，别说丑、欸。我要截图，太丑了。什么？太丑了。哎，这样太侮辱脑鬼了哦。这样感觉像变态没有穿衣服啊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哈基。哎，那可以那个那只牛，然后搭配。不行。牛不行，不能带头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带头。啊。我一转头，想看哈基怎么那么大，原来只是他站的比较近。嗯。哈基那么大、啊，我对啊，很大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啊，刚不说很丑，刚不说很丑。天哪，这只是比较小吗？还是太善变了吧你？一样大吗？一样啦。也太善变了吧！一样的东西啊，跟刚刚一模一样、啊，一模一样。刚刚那只感觉比较大哎、欸。在下自走棋吗？比较大。那我要进化这三只，进化这三只，进化这三只，进化，然后我要进化二阶。自走棋最近有出那个哎、欸，出手机版哦。这个好笑哦，嗯、我的天哪！到底是好笑、丑还是可爱啊？自走棋手机版出一段时间了吧？都有。没有，前几天 iOS 才上。好像打他了，怎么办？你想打我什么？好像把他们全部打掉。耶、yeah, 啊！没有啊。飞走了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打不动他。哎、欸，脑鬼，脑鬼，脑鬼，哎，脑鬼砍人了。摇，脑鬼砍人了。摇，够了，摇。摇鬼砍人了。脑鬼砍人了。他们快不行了，他们过不了单边了。他们这边已经很难了。摇，你够了。他们过不来啊。我已经降低难度，我已经降低难度了。没有啊，就等他们一两个人。会跳过头，真的会跳过头。我已经降低难度了，原本是一根一根栅栏的，我现在把它变成两根了。更新。变两根。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简单了，越来越简单了。它全部都连在一起了。哈哈。越来越简单了，越来越简单了。摔下去了。哎，越来越简单了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感谢越来越简单了。啊！越来越简单了。哦，我现在看到哎、欸，感谢小奈伊超级留言。九点的时候，我现在才看到，抱歉抱歉。嗯。刚刚是太激烈的时候吧，很多人会跳过头，会跳到中间、啊。这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，越来越简单了，越来越简单了。感谢感谢，别 ，slime 他们踩不到 ，slime 踩不到，来加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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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干脆在这里做一条路就好了。其实不用栅栏的，可以直接过去。就简单了啊，加大加大，那是因为我们加大了，他才直接跳过去。加大，替的，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简单了。屁啦，越来越简单。9点半，九点半，九点半，九点半，这太简单了吧！封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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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路。9点半，简单，太简单了。门开起来了。9点半，简单了。哇，直接来。这样子一样，反正。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，真走。太简单了，不然你就要被踢出了。9点半，简单了。我们等下就吓死啊！被踢了。零难度。小狐狸，小狐狸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场快一点，5000分。好，五千分，嗯，好，好的人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的结婚下去。
持续的结婚下去才有其他的事件啊。哦，所以一直要新事件要持续下去哦，不能多人同婚吗？还有一个没到，来不及啦，来不及啦，没关系啦，一个一个啊，对啊，天国，咦，好久没当国王了。下去下去下去！这个国王的电话号码太明显了吧？他就是在右边，右边，右边去，猜错了，左边吧，进去门口左边。哇，我原来是你是讲帐篷啊？啊，繁星上去拿对方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嫌弃，不愧是凡凡，还给你一颗，我留一颗。那今年还没到，还没啊。那如果这样直挖下去，你会气噗噗吗？我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挖啦、啊。他的阶梯往下，我直接给他直直往下。仙人掌有够过分。没事没事，啊、要集资哦，要集资哦。好，附近的人照应一下彼此。好，附近没有人。那集有我啊，你先下来集我集我，小狐狸有七块了，下来他们是要集到家哦，幸运队伍啊，你刚刚也是啊，杰克杰克你很快，杰克快，我们刚刚开场就几个人十块钱了，杰克七，对面九了，加油，杰克我帮你，杰克我帮你，杰克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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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快哦，杰克你的头，你要不要挖？杰克杰克杰克，没事喽。没关系，我们普通撰稿就可以，你还有机会。对面三个十了，够不够？杰克 ，bingo， 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你那边刚应该有挖了很多黄金吧？两块，哪里有黄金啊？铁有那个撰一般的普通撰稿就可以了，三十块就可以，20块，三十块，对，三十块。一般的，我在升级台那边 Q 一个那个 Ender Pearl， 你等下可以直接救下去，救下去。对，就是够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救下去。够够够，你可不可以留点给我？拜托。哎，杰克是不是听到我声音啊？救！满你！喂，啊，白痴哦！那个是不是？生气！原来我刚关麦。对。我刚刚一直凶杰克。我刚一直喊说，你到底换了稿了没？我换的，他够了。我刚才十块钱，他现在赚稿了，他现在赚稿了，不要凶他。对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他只有，他只有我能凶，他只有我能凶，不要凶他。只有你能凶。我刚整个关麦在大骂他，有点爽，你怎么办？然后他就直接无视，对他一直往下挖。我说杰克，你的头，你的头。小心小心，我没看到，死了，不枉费啊！有没有那 Ender Pearl？ 有，我懂啊，直接救下去，最快速，救下去，根本就还没赚到十块钱，你跟我说我贪钱，没事没事，只要有一个人先集资就可以了，你都尽量挖，在这边这边，搞最高等啦、啊，哇哟！就刚刚挖两个黄金，他旁边跳个金砖，就直接最高等了。哦，赚哦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，一直没有体验到。要，那就挖黄金喽！赶快去跟人家结婚啦！那吉，你已经有十块了？那吉，有啊有啊有！先升铁镐，先升铁镐，这样你才可以挖黄金啊！那样就换镐子啊！来了来了！啊，我干嘛？那吉，你刚刚这里都没有挖到黄金哦？没有啊。太惨了吧！你怎么脸黑成这样啊？非洲猪！我就说我都没有钱，你跟我说我太……完了，这块地好像不好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买起来的不要挖，拜托，我很穷啊！求你了啊！我会少骂你一点。好做你间谍，不是间谍，奴隶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奴隶呢？我升个，我升个。还默默的自己忘记想吞钱哦，冤枉啊！你是不是想要去再去找更多人结婚啊？对面的人又想结婚啊！我找他们把钱给对方，
对面的来咯，给你的爱人要300秒来花钱钱。300秒怎么了吗？不到600秒。三百秒结婚啦！哦，你挖，娃娃，脚下，我来，你们再来吧。不客气吗？我愿意承受这些金钱的重量。没有，他是国王。杰瑞，撑住！哇，真华之眼，完了，哇，豪华哎！哇，杰瑞你穷到爆了！这个你赶快把戒指扣出去！你赶快把戒指扣出去！你的负债！这个你赶快把扣，啥扣？哇，我们好赚啊！负债减半，好哇，太会了！对面直接负200。虽然很想让 Jerry 持续结婚下去啦，但是现在是负债，这太贵哎！哎，你脚下。你已经让我们吃得很爽了，而且我刚上去，我想要换稿，然后有换到吧，就没得换了，我要直接负债。你想问他，你是什么稿子？你是什么稿？我看他是铁稿啊，他刚刚如果他是铁稿，真的会哭死。我卡等了，还好啦，又不是死稿。对啊。感觉是哎、欸，有我翻盘了，我翻回来了，我赚钱了，你赚钱了，赚钱了，哇，努力是有代价的，起飞，果然他不是好人，赶快离开他，跟他在一起你就负债了，他没帮夫运，他没帮夫运，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单身能单身才能存钱、啊，对，实力单身，有听到实力单身，花钱，想存钱，首先你不能是。你要是单身，只要有一个完美的对象就可以了。我再问那个200怎么样快速再一对结婚，哦、看他会不会回应。哦，你是说 有很多对吗？直接就再一对了，就可能。所以我们在买什么东西再触发。对，而且我们之前讨论是一次事件，有可能是很多对啊，不止一对。所、嗯、以我是想说，能不能一次就是比如说三个一起结婚之类的。哦，有可能，就是一个三对啊，不会是三个人，三个人没有多远成家，没有多远成家。他是最高的哎、欸，可恶，就是一夫多妻制。哎、欸，他说稿子是最高的了啦，可惜。好可惜哦。可惜，嗯。最高的哎、欸、不对，应该结婚的时候还有一个事件啊，丢彩球之类的啊，丢彩球、丢捧花啦，丢捧花不是彩球，就下一个结婚，不错哎、欸、不错哎、欸、然后你把捧花丢到另外一个人，他六个人就会快速的触发吗？哦，然后就一直这个也不是彩球，而是结婚病毒，感染出去，就至少确定这一个人会跟其中一个人在结婚啊。下一次触发的时候，他就一定是下一个就是你。他总有可能自己丢自己捡吗？你要跟自己，你要跟你自己结婚，自己丢自己捡的，你自己丢自己捡，你怎样？你还要再结另一对象？你刚。